们现在开始讲课。那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心成佛啊，为了获得佛的果位啊，今天听法，然后就是精进的修心啊，成了佛以后就度化无量的众生啊，这样子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啊。今天的这个课里面呢，我们就讲一些这个具体的修法啊。那前几天呢，就三四天当中啊，我们讲的都是一些这个修心的一些有关的这个知识、常识，佛教的一些常识呀，还有密宗的一些常识，就是这些，不是一个这个具体的修法。但是呢，没有具体的修法啊，虽然是我们听了很多的法，懂很多的这个道理啊，这个佛经上讲的很多知识我们都学会了，但是呢，这些法啊，就是没有融入到自己的心里，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落实到自己的心当中的话啊，它永远都是一个知识而已。永远都是一个书面的知识啊，那这种知识呢，因为我们就是为了考试啊，为了这些，就努力学习，但是呢，这个考试考完了以后，这个很多都是跟我们实践学校里面的知识一样的。那如果不反复的去学修的话，那过一段时间以后呢，都会忘掉的。所以，这个修学学习。完了以后呢，还是要这个修心啊，非常重要。那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的这个工作压力，然后就是生活压力啊，各方面的压力很大啊，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年纪也就大家都差不多了啊，然后呢，每天都要这个上班啊，这样子以后呢，又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杂事啊。这样以后呢，要学很多东西还是很难的。学到了以后呢，必须要去这个去修。学到多少就修多少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虽然是学很多东西啊，像五部大论呢，这些像菩提小组的这个成员啊，也在学，这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这个学了以后呢，如果我们不修的话，那这个对我们自己来说啊，这个学习的利益虽然是很大，但是呢，如果没有修心的话呢，很多具体的问题解决不了啊，所以还是要修心。那修心的时候，我们第一天也讲过这个这个次第啊。修心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从最基础开始，要最基础开始啊。那我们这个学佛的时间，大家都不一样，所以修心呢，文思修行的这个层次也不一样。那有些人呢，已经都学了一段时间，也已经开始修了，而且都已经有好几年啊。那有些人呢，刚刚这个进入佛门呢，现在才开始学，还没有正式去修，这样子这个层次不齐，但是呢，我们啊。无论是学佛了多少年也好，或者是刚刚入门的人也好啊，如果过去我们还没有去修这些，具体的修法，这些基础修法的话，那就一定要从基础开始。这个基础的修法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千万不能忽略。那我们前几天也讲过，有些居士呢，我们也经常听得到啊，就是说他们的上师啊，就开始。不需要修这个加心，然后就直接去修，修这个正信啊。然后呢，有些人呢，就是像放生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这个行善，来代替这个加心的修法。但是这个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加心是修什么？修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啊，培养出离心和菩提心，它不，并不是完成一个熟子。它并不是完成一个这个功课，它是培养出离心和菩提心啊。那这个
出离心和菩提心呢，其他的这些任何，比如说像放生啊、念经啊、磕头啊，都没有办法代替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任何一个这个修法都不能代替啊，没有办法代替的放生啊，像比如说诵经啊，这些虽然是很好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用这些来这个代替这个出离心，那是不可以的啊，菩提心也是不行的。所以出离心呢、菩提心这两个呢啊，必须要这个要修啊。然后有了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以后，我们就可以修真心的修法啊。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选择，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修法啊，修那一个法门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在这个之前呢，还没有修出离心跟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没有很多的选择，就只有一种修法啊。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比如说尼玛呀、各路呀，有很多的这个教派啊，那他们的这些不一样，就是后面的一些修法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但是前面的这些像出离心啊、菩提心，这是完全是一样的，而且修法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啊。然后那、像这个净土啊，还有这个禅宗修这样子的这个法门的话，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的话，这也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要修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那出离心怎么样修？它的具体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修这个四个外加心啊，用四个外加心啊，这个来培养啊这出离心啊。那我们每一次都，比如说今年就来光州讲法都已经3年了，每一年都讲了这个关于这个出离心啊、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啊，都讲了啊。你们不能认为啊，就每年都是加薪啊，加薪加薪，每年都是加薪，什么时候有真心啊？这个要看你们的修行的精度。你们什么时候修完了出离心、菩提心，就有其他的修法了啊。如果我们还没有修好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的话，就其他的这些修法讲了也没有用的，讲了也没有用的。到时候呢，反而就到时候就这个，因为我们呢，就还没有根基还没有成熟，然后就去这个修一些啊，这个像比较高层次的这些修法，这样子的话反而就不好啊，到时候修的时候就会有影响。所以这个修真心呢啊不能急啊，修加心呢要急着修啊，修加心首先是修加心前心啊，修好这个非常重要啊。那我们今天就不讲太多的这方面的这个理论知识啊，就讲一个这个具体的修法。因为这个理论啊，这个基础知识啊，这些呢很多人都懂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啊学佛的这个条件呢、就跟这个十几年前跟现在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十几年前15、16年前我们刚刚开始这个传法呀，这些时候呢连找一本书都很难的，就像像三主要道啊，像这样子一个很小的这个法本，很简单的法本都成问题的啊。那现在呢有苏大吉堪布呀，还有很多这个伊西堪布啊，他们翻译了这么多的书啊，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光盘可以看，网上随时都可以这个下载声音文件、视频、音频，还有书这么多。现在啊，我们学佛的这个资料就是非常的这个充足啊，所以现在是我们看我们自己能不能这个修啊，就是这个问题。那这些知识你们先看这些书啊，听光盘的话也是可以的呢。今天我们先就讲一个具体的修法然后就是串一下这个传承啊，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菩提学会里面的这个学员呢也在虽然是学了这个像大圆满的前心呢，普贤上师言教这些都学了，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这个修法具体的修法，但是呢就还没有，有些人可能还没有这个听传承。我们去年
去年讲过穿过这个传承，但是呢今年的就有很多新的人啊，新来的人，所以有些人可能还好，多数人可能没有传承，我想穿一下。然后就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当中呢，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十家姓的这个具体的修法啊，然后呢就串一下这个传承，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大家都可以现在就可以开始这个修心了，那这就是非常重要，要不然的话就这么多的灾难啊，还有个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这么多的工作压力、家庭的压力等等啊，那在这个这么多压力当中啊，我们只是学一个知识，这个不起作用的啊。虽然是在我们心里啊，虽然是播下了非常好的种子，但是呢，现实生活当中这个是不解决太大的问题。当然，我们学佛学得好，有些理论懂了以后呢，相通很多问题了。相通了以后呢，虽然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修心，但是呢，有些道理相通了以后呢，现实生活当中啊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但是呢它不能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这个修法是非常的重要啊，至少每个人就是一天呢就打一次坐，打一次坐，至少一次呢一般是两个小时啊，但是也不一定，这个一个小时也可以，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这个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就可以。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两个小时就为一桌至少能够就修一桌，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一天都修，比如说修两个小时那其他的22个小时就可以做其他事情了。只有两个小时去修心。这样子一下呢就调节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这样子调节好了以后呢，对现实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帮助啊，因为我们的这些累心的很多，累积了很多很多心力啊，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啊，痛苦呀，各种各样的就是通过修心把这些东西化解，这样子的话每一天的生活可能也是比较开心的然后这样子以后呢，每一天我们也就把这个每一天的这个日子也就是过得比较有意义了不但是开心，而且也就是过得有意义，每天都有意义如果没有这些修心只是每一天都是吃喝玩乐，只有这些，如果没有别的那这样子的话呢，这每一天过去了以后，实际上等于就是一天过去了，就是浪费了一天的这个时间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这个好的东西所以修心是很重要。那我们今天就讲一个这个修心的具体的这个修法那具体的修法当中呢，今天我们简单的讲人生难得和这个无常，就这两个。但是呢，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具体的修法，这个以前我们讲的也比较少。我想这个我们先这个修一下，这个很重要，先讲一下，介绍一下，介绍完了以后呢，大家以后自己可以修这样子。那我们从哪里开始讲呢早上刚刚睁开眼睛起床的时候，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这个是我们就一天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开始了这个时候，从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修行这一天我们怎么样，这一天呢怎么样能够把它作为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这一天呢我们怎么样，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天的开始那这一天呢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把它作为比较有意义的就是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从早上睁开眼睛，从这个地方开始讲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修行的时候，这个大圆满的这个前心当中也讲过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醒过来的时候怎么样观想呢？那这个时候观想上师我们大家都是观想法王如意宝，我们也是在观想法王如意宝，你们也都是这个观想法王如意宝，就是学这个学院的这个
这个所有的这个居士呢，就是观想法王如意宝。但是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观想法王如意宝，因为每个人呢，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这个根本的上师啊。那这样子的话也可以的，这不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就观想一个上师啊，大家都可以观想自己的上师啊。比如说我们的话，那就观想法王如意宝啊。那这个时候观想怎么观想呢？在面前的空中啊，观想法王如意宝，观想上师啊。那上师的这个右手离，这是这个密宗的这个发起小的腰鼓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腰鼓啊，这个鼓啊，这个鼓啊的声音，就我们观想这个上师啊，手里持这个小鼓啊，然后这个鼓的声音啊，这个腰鼓的声音啊。把我们从梦里面啊，从这个睡眠当中啊吵醒啊，这样子观想。这个时候观想这个小腰鼓的这个鼓的这个声音呢，观想为啊那、这个印度梵文当中的这个字母啊，字和这个音母和字母，这个我们的科松机里面呢有，我们每天都在念啊，就。这个字母咒啊，字母咒啊，这个科松机啊，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科松机里面就有这个字母咒。这是梵文的这个字母和音母啊。那这个梵文的音母和字母咒呢，它是所有的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心咒的基础啊。任何一个心咒都是以这个字母和音母组成的。组成的这个就是，所以这就是等于就是所有的这个佛菩萨的心咒的种子一样啊，种子一样，所以这个是加持非常大的，所以经常我们要念这个，仪轨里面有啊。然后呢，观想这个时候我们观想这个上师手里的这个小腰鼓的声音啊，观想为字母咒和音母咒的声音啊。字母咒和音母咒的声音就发出这个声音，然后呢，以这个声音啊，就我们从这个梦中或者是这个睡眠当中啊，就这个吵醒啊，这样子观想。那第一个就是这样子观想啊，然后呢，然后就开始打坐啊，先洗漱再打坐也可以，或者是先打坐再先不洗漱之前就直接打坐也可以，这个就是。根据自己的习惯啊，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那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要做什么呢？首先是这个，有一个叫做瑜伽池，要念诵一下这个瑜伽池啊。什么叫做瑜伽池？瑜就是我们的语言啊，用我们的语言去念这个本尊的心咒，那念经、诵经、念咒。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种这个特殊的这个，咒语，还有就是这个它的观想啊，通过这种观想的方法，把我们的这个语啊，我们的语言声音啊，加持了以后呢，啊，当天这个念任何一个咒，都有这个念一个亿的功德啊。念一个亿的功德，这是佛经上有记载的。这个，所以这些都是佛的这些加持呀，还有这个佛的咒语的这个加持呀，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啊。因为密宗里面呢，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这个方便的这个方法，所以他修得快的原因也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我们净土宗，因为他，念佛念得好的话，他可以直接可以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呢，已经是等地菩萨了，等地菩萨呀！那我们如果用其他的法门啊，用其他的这种显宗的法门修心的话，那不可能这么几十年当中就得到菩萨的一地啊，这是不可能的。要花很长很长的这个时间啊。才能够得到这个菩萨的第一地啊。那么念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么，比如说一个人啊，就晚年才开始念佛，比如说就60岁、50岁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念佛啊，念了10年、20年，
然后也有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他这种正常的往生呢，就是等底菩萨的境界了，已经是等底菩萨了啊。那么这就是说，十年、二十年当中，他就已经达到了这个啊菩萨的境界，一地菩萨的境界了。嗯，如果是出了这个啊，出了这个净土法门，我们用另外的一种这个显宗的这个修法去修的话，十年、二十年这个达到菩萨境界，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嗯。那不可能，这为什么？什么原因呢？啊，为什么这个净土它这么快呢？这就是佛经上啊讲得很清楚，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原理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原理。这些人念佛的人呢，他也有这个自己有福报啊，所以就是能接触这个阿弥陀佛的原理，可以快速的啊这个证悟第一谛，这也是。这自己也有福报，没有福报的话，那是不可能的。阿弥陀佛的这个原理呢，是没有什么这个片面的。但是呢，众生的这个福报不够的时候虽然是有这样子的法门，但是呢，很多众生是没有办法接触这样子的法门那这个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修心，就没有这么快那这个净土为什么这么快呢？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原理这是阿弥陀佛的原理。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相信佛的人那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否定的。这个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这就说明什么了呢？就是佛的原理是不可思议。这个佛经里面讲了四种不可思议这个四种不可思议呢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佛的原理不可思议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咒语我们念的这个咒语的加持，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念这个咒语了以后呢，通过这个咒语的这个能力，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语言加持以后，当天念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经还有所有的这个心咒都有这个一个亿的功德有一亿的功德，有一个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因为净土宗这么快的原因是接触了阿弥陀佛的原理，这样子的原因密法为什么这么快？因为密法有些时候呢也叫做金刚乘有些时候叫做方便乘方便乘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方法所以也叫做这个方便乘方便乘的这个方法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瑜伽持就是其中一个那瑜伽持怎么样观想呢？请大家记住这个观想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开始打坐，然后呢首先是开始这个从瑜伽持开始，因为当天呢要念经这样子的话，就首先是要从瑜伽持开始然后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观想上师在这个前面要这个鼓这个观想完了以后呢，第二个了现在那第二个坐在床上或者是就在这个佛堂里都可以观想观想什么呢？首先我们观想我们的这个舌头舌头上观想一个有一个这个藏文的字我们就大家看这个我们没有来得及做这个图这个幻灯，就我们只有看这样子了这个下面是什么呢？下面是藏文的这个扎子下面是扎子，那上面是一个圆圈上面是一个圆圈这个叫做人那它是代表什么呢？这是在密法里面呢，它是活的种子活的种子燃烧的火它观想的时候呢首先观想这个字然后呢观想了以后呢，这个字就变成了这个燃烧的火一般在密法里面都是这样子观想的这个燃子观想在自己的这个舌头上面站立的这观想的时候呢，这个字舌头上站立的，然后呢棉草前面就是这样子观想棉草前面有些时候我们在密法里面呢
直观墙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观，但是呢这个有点啊，从侧面看这个不好观象啊，所以从正面看就是这样子观象。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舌头就不需要观象，其他的就在舌头上观象这个这个子啊，活的中子啊，活的中子，这是第一。然后这个观象好了以后呢啊，这个字我们现在也就不是很熟悉，这个以后呢啊，大家先看这个字啊，先把字搭出来了以后呢，放在前面先熟悉啊，放在前面，然后就看啊，有最后啊就没有这个字的时候呢，不看的时候呢，也就心里可以观想很清楚，时候就可以不用字了啊。这个时候，这个所有的观想的方法啊都是这样子，这个人字啊这样子的观想在舌头上面，然后呢这个燃字它本身就是活的燃烧的活的种子，然后就燃烧这个字就变成火啊，变成火开始燃烧，燃烧的时候我们观想以这个火燃烧的火啊，就烧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所这个造的这些预造业啊，预造十不善当中啊，有四个是这个预造业啊，从无始以来到现在的这个制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预造业全部啊烧尽啊，就是这个燃烧火了以后就全部烧掉啊，这是第一个观想啊。然后呢这个完了以后，然后第二个步骤啊，第二个步骤呢这个火，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火呢它变成啊这个种子啊，这个观想红死啊，到时候我们要观想红死，这个子要观想红死的，然后这个烧完了以后啊，然后这个就观想啊，这个火呢就变成一个金刚杵啊，这个叫做金刚杵啊，金刚铃和杵的这个金刚杵啊，金刚杵啊，这个如果我们来得及在电脑上做一个图来讲的话，就比较大家都看得到。但是呢，我们没有来得及，大家看这个啊，杵大家都知道，金刚杵啊，然后这个火呢啊，火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金刚杵啊，变成一个这样子的，烧完了以后。这个火就变成这种金刚杵，然后在我们的口腔里面呢啊，观想一朵莲花啊，观想一朵莲花，这个莲花的花根就在喉咙这里啊，然后这个莲花的花瓣啊就在口腔里开放啊，观想一个这样子的啊花，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个金刚杵呢啊。放在这个花啊，这个花心啊上，就是这样子放，不是这个时候不是沾理的啊，不是沾理的，就是这样子观想啊，这样子观想，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舌头在哪里呢，这个不用观啊，这个时候只观想这就可以了啊，也不是舌头观想，这个是把刚才这个火就观想啊，这个金刚杵，这比如说莲花啊，然后呢莲花上莲花的花心啊，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佛菩萨呀就坐在这个莲花座上啊这一样的道理，就莲花上放啊这个观想这个这个金刚杵啊，然后在金刚杵的啊金刚杵的这个中间啊，金刚杵的这个中心啊，观想里面是空的啊，里面是空的啊，观想里面是空的，然后在这个空的里面呢空心当中啊，再观想一个很小的这个莲花月轮啊，月轮就是莲花上面有这个月啊，这个月轮，对，这个就是佛菩萨的这个座，都是莲花座，月轮座，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开始观想这个中子咒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中子咒，中子咒又这个梵文的这种子咒啊，梵文的种子咒呢，你们很多人可能还也许很多人还不熟悉啊。那不熟悉的话，首先要看一下这
这个轴啊，看一下这个科松基，里面有啊，给大家念一下这个传承，科松基里面有啊。然后这个观想的时候呢，那我们首先这个观想啊，这个16个这个银母咒啊，11个银母咒就是福音啊。这是啊啊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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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然后就是啊啊呃呃呃呃日日落落耶哦哦嗯啊，有16个这个银母子观相在立面，观相的时候我们把它观相为红色啊，红色，然后这个旁这个外面的这个一圈啊，外面呢就观相这个不是外面呢，这个中间这一层啊，里面嘴里面是这个有三层，嘴里面的一层，嘴里面的一圈。是这个16个银母轴，然后中间的这个一圈呢，是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子母啊，子母是嘎干嘎干啊，扎赞扎赞呀，扎赞扎赞呐，达赞达赞呐，巴邦巴邦嘛，亚拉拉哇，夏哈萨哈加啊，就是这个34个这个子母梵文呐、啊，它有34个字母，然后藏文呢？啊，藏文是从这个梵文，这个当时还没有梵文，这个梵文是后来的，这个时候叫做吉多啊，吉多时代这个印度吉多国，这个时候叫做吉多文字，那这个里面就我藏语里面不需要的这个吉歌，就出去了以后呢，丢掉了以后呢，其他的需要的啊就。用来就后来就是变成了这个藏文的这个字啊，那这个里面呢多了几个，多数都是藏文的这个字母啊，那这个观想的时候，这个的观想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一圈啊，这个就观想白色，银母咒观想白色，然后在这个的最后一圈啊，最后一圈呢观想这个缘起轴啊，观想缘起轴啊。元气咒，我们一打嘛，还得抓把，还等得看到当个的，还要把等得看到懦弱的，阎王把的嘛，克嘛那一说哈，啊，这个是观想，蓝色的，啊，观想蓝色的，红白蓝，这个就是代表佛的身与仪啊，对，观想这个蓝色的，然后这些观想完了以后啊，这个首先观想的时候要。先要去看这些字啊，熟悉，然后这个字都，闭着眼睛的时候都能够在眼前能够显现出来的时候，就可以观想这个金刚的这个中心，然后这些字发光啊，红色的字就发红色的光啊，白色的就是白色的光，蓝色的呢就这个蓝色的光，发光啊。然后这个光的这个顶端啊，光的每一个光的顶端就观想无数的这个供养的这个菩萨啊，供养天女，还每一个供养天女手里有各种各样的供品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就供养十方的这个诸佛菩萨啊，供养十方诸佛菩萨，这个光发射了以后呢，光的上端啊，顶端就有。很多供养天女，每个这个供养天女手里有各种各样的供品，然后供养十方佛菩萨。这完了以后呢这个光啊，所有的光，然后又就回来收回来啊，最后就是融入到我们的语言啊，融入到我们的语言，融入到我们的语言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观想从无始以来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欲造的这些罪业，全部就得到了这个清净啊，这样子观想啊，这是这个叫做欲加持啊，欲加持，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这个修法。那我先哦，然后呢，我们要念这个这个子母咒、淫母咒还有就是这个元气咒，每个都要念七遍念七遍，或者是念三遍也可以念七遍，念三遍。哦，这样子完了以后呢，这个修法就结束了。那瑜伽池这个每天都要做那我先，这也有一个仪轨这个仪轨呢，暂时还没有翻译但是这个只有几句话，这个以后会翻译的，翻译以后会这个会我们会放到网上或者是放在这个科松机里面暂时没有这个仪轨之前呢，大家这样子观想，然后这个子母咒和淫母咒呢，这科松机里面已经有了观想然后就念这个咒就可以了然后以后有这个仪轨的时候呢，也大家先观想所有的观想都是这样子，先观想，全部整个这个观想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念这个仪轨这样子，我们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后来就比较熟悉了以后呢，边念仪轨边观想这样子可以了那念一下这个仪轨的传承Tung mara ngak shin lam na om ahum Je wang ram yig le shung mi chag ni om mara nam bi lor ji se sung lam 这个金刚是这个金刚叫做五谷金刚中间然后就是四方有五谷金刚，这里面观想的是三谷金刚三谷金刚中间一个两边有两个这个谷，就叫三谷金刚Om mara nabi dorje chesanwa ala galam thakur timdir nyang matigup changwar tabi yungdrili on tru jarwa tibjim shukbibni Larndi ngaw javatang niyak song dorje shanlo ngu javatam che topro sam lam dun Kakang gargang a chasan zar zar niya chachan chadana tatan dar dana papam papam yara la wa Shaka saha kya lan dun ye dharma hita trabawa hita de khanda tangata haya batan de khanda noroda Ewan bada ma karma na ye soha 好，这个是他的衣柜这个传承我们念完了，然后这是第二个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二个要做的就是这个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就是这个具体的这修法具体的修法呢我们以前也讲过今天简单也就介绍一下这个首先身体要做毗卢七法，就是毗卢支那佛，也就是叫做这个大日如来大日如来的这个身体的姿势叫做这个毗卢七法那这个有七种这个姿势这个我们每一次打坐的时候就是要做这个毗卢七法因为这样子以后呢，身体很这个真挚端正这样子以后我们的内心当中也就是会少一些这个这个杂念都有关系的，所以开始修行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身体的这个姿势呀各方面都要注意然后修行修的比较好的时候呢比较心内心当中呢就是得到这个自由比较自由自在，修行比较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工作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也可以修行的，但是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就不能这样子修，还是要这个身体的姿势各方面都要这个注意都是很有影响的那身体的这个毗卢七法第一个这个两腿这个盘腿双盘单盘都可以盘腿这是第一，然后第二身这个手解钉印手解钉印的意思就是这个左手放在下面，然后呢右手放在上面然后两个这个大拇指碰头，这样子这个像藏传佛教的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像都是这样子，很多佛的这个佛像都是这样子，手解钉印，这个叫做一个这就是一种收印，这个叫做禅定的收印所以叫做钉印手做钉印这样子。
然后这个手作钉印，这个呢放在这个肚脐下的四个手指处啊，四个手指处啊，这样子啊，这是第二啊，第二。然后第三，这个两臂张开啊，就自然就是会放松的。这个放在这地方呢，肚脐下四指处的时候呢，两臂啊自然会张开的。这是第三。第四，整个身体要这个要端正啊，就不能左右啊，前后啊，不能靠后面，就是要端正。这是第四。然后第五呢，头啊就稍稍往前啊，稍稍往前低一点啊，这是一个。好，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啊，还有就是那个呼吸啊，呼吸要这个。眼睛要往下看啊，看鼻尖啊。一般我们观想的，有些时候呢，我们要观想的时候，要看这个唐卡啊。只是特殊情况，在一般的情况下呢，往下看就看着鼻尖啊。有些人就是喜欢闭着眼睛啊，这个修行啊，闭着眼睛的话，因为睁开眼睛就看到很多东西，心就比较容易散乱。那闭着眼睛呢，就是。比较容易安静啊，所以有些人喜欢闭着眼睛修，但是这个修行的正规的要求来说，不能闭着眼睛啊。闭着眼睛修的话，那就如果是过十分钟、二十分钟以后呢，就心里就昏沉啊，睡着了。所以就是这个不能闭着眼睛啊，要睁开眼睛。但是睁开眼睛呢？也不是到处看啊，就是在这个鼻尖往下看啊，这是一个。然后就是最后一个呢啊，舌头抵着上颚，然后从这个口腔鼻孔当一起呼吸啊，正常的呼吸。也不能很快，也不能刻意的快呀慢呢，就是正常的这个呼吸啊。这七个叫做毗卢伽法，这个我们每一次打坐的时候要这样子打坐啊，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样子啊，那身体就是每一个部分都是比较放松、比较自然的状态啊。那这样子呢，就我们内心也就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杂念。相对来说啊，当然有杂念，但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就这个盘腿啊，不习惯啊，一辈子都坐在这个沙发椅子上，这个，所以就盘腿，有些时候就腿疼啊，腿疼实在是受不了的话，那这个时候，可以打坐，身体的其他姿势还是一样的坚持，但是呢，腿啊可以伸出去，然后呢活动一下啊，休息好了以后呢，然后又盘腿啊，这样子也是可以的。这是身体。然后身体这叫做身体的这个要点，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窍诀啊，要这样子打坐心比较容易平静啊。那其他的姿势呢啊，比如说躺在床上休息呢啊，这样子就可能是啊，心里呢就这个杂念呢会多一些，心就会容易乱啊，所以身体要正直啊，要保持这样子的这个姿势，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这个叫做这个排除污气，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了，但是这次也得要简单的说一下啊。排除污气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我们平时啊，这个我们的内心当中有贪嗔痴杂念非常非常的多啊，那这些所有的杂念跟我们的气啊，呼吸的这个气在密宗里面呢讲很多的气，就是内外密很多的啊，最外最表面上的气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呼吸啊，还有内在的是在气面明带我们身体的里面啊运转的一种气啊，那这些气跟我们的这个念头啊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排除污气就像是我们吃饭的时候，首先要洗碗，碗洗干净了以后，然后放东西吃啊，就是这样子的道理。所以就修心了或者念经之前
排除无期啊，这意思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些不好的念头啊，从这个地方呢不好的念头啊断掉啊。如果没有断掉的话，把所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各种各样的杂念就带到这个我们的修心的这个时间当中去的话，那这个修心这个一坐的一整个一坐的这个修心呢修得不会很好的。所以要这个排除污起啊。那排除污起怎么样排呢？啊，这个绝大多数人我想可能知道啊。然后这个首先是左手啊，左手这个大拇指就摁住这个无名指的这个指根啊，无名指的指根，然后其他的这个四个手指呢放在这个木指上面啊。这个在佛经藏传佛教里面密宗里面这叫做金刚拳，拳头的拳，金刚拳。然后这个金刚拳就放在这个左腿的腿根啊，这个穴脉上摁住啊，这是一个动作。然后第二个呢啊，然后开始这个右手啊，右手也是啊一样的，这个拇指就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这是一样的啊。然后呢其他的三个手指头放在这个拇指上面，然后食指要伸出来啊，食指伸出来。这个修法里面有不一样，有些是食指啊，有些是中指，这都可以的。食指伸出来，然后这样子啊，食指从前面啊，就这样子绕一圈，然后就放在这个右手啊右边的这个鼻孔上摁住啊，压住右边的鼻孔，然后从左边的这个鼻孔拍起啊，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啊，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观想啊。这个时候最重要观，如果没有观想，光是这样子没有用，要观想啊。观想什么呢？我们这个时候呢观想从无始以来到现在的这个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罪业啊，都变成了一种这个黑色的气体，从这个鼻孔当中排出去，就像这个柴油车的这个排气管里面出来的这个气体一样的啊，这样子这个很肮脏的、很脏的这个气排出去，这样子观想啊，这是第一个。然后这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开始这个右手这边是做金刚拳，然后放在这个右腿的腿根摁住，然后呢左手就食指伸出来，其他的手指放在上面啊，然后从这个前面又上来，这样子绕一圈啊。有些时候这样子绕一圈啊，有些但是这个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好，然后呢就上来以后呢，放在这个啊，就摁住这个左边的鼻孔压住，然后从右边的鼻孔排气，这样子1、2、3。变观相变排气啊，这个观相是最重要了啊，这是第二。观相的时候呢，这个左右这个鼻孔啊，有这个这个白色的气体、红色的气体，有些时候是这样子，白色它代表这个嗔恨心，红色就是代表这个象征这个贪心啊，黑色呢这个象征这个持贪嗔痴啊。那有些修法呢的左右都是黑色的，那我们修加信的时候左右都可以观想为黑色的，这个怎么样都可以的啊。黑色呢它就是象征整个这个烦恼的这个综合啊，那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红色白色呢，它是分别就是象征这个贪嗔痴啊，这样子啊。这个完了以后呢，左右手两个啊手指啊手都做这个金刚拳头，然后放在这个同时放在左右大腿腿根摁住啊，然后这个动静脉上面呢摁住啊，然后从这个左右的这个鼻孔同时排气啊，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啊，观相呢跟前面是完全是一样的。好，这个是第二个要点，这个叫做语要点啊，身体的要点，然后语言的要点。语言这个是排气啊，不是语言呢、啊、语言我们没有说什么呢，为什么叫做语呢？刚刚讲的语跟气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很多时候这叫做语
鱼的咬点，这是第二。然后第三是最关键的了，第三就是一的要点，心啊，我们内心的这个要点啊。那内心有什么呢？这个就有四种要点啊，要记住，有四种要点，它有四个步骤，可以这么说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先观想啊，观想上师，观想上师的时候呢，面前空中啊。很多密宗的这个仪轨里面呢，经常都讲面前的空中观想上师呀，观想这个本尊呢，经常讲啊。那面前的空中是在哪里呢？啊，从我们的头顶再往前一周啊，从这里到这里就叫一周啊，从头顶往前一周，然后从前面再往上一周啊，那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啊，叫做面前的空中啊，这叫做面前空中。面前空中观想什么？观想上师啊，观想自己的上师。那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就观想法王如意宝。然后呢，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其他的根本上师的话，也都是可以的啊。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上师的话，那就观想释迦牟尼佛啊，本身就是观想释迦牟尼佛的啊。但是呢，这个外表是观想释迦牟尼佛，这个它的本体就观想金刚上这个自己的根本上师，那一般都是这样子，那就观想释迦牟尼佛啊，观想，这是第一个啊。然后观想完了以后呢，第二个步骤就是祈祷啊，祈祷上师，祈祷释迦牟尼佛。那祈祷什么呢？啊，就是在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和上师座前啊。这个发起强烈的这个心性，很猛烈的这个心性啊，什么样的叫做这个猛烈的心性呢？能够啊，这个热泪盈眶，汗毛竖立啊，有在生理上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啊反应的这个这种心性啊，信仰性啊，这叫做这个强烈的心性，强烈的心性，那就。以这种心行祈祷佛啊，祈祷上师，那祈祷的内容是什么呢？就祈祷上师，祈祷释迦牟尼佛加持我在这一座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在修出离心的话啊，佛菩萨加持我在这一座当中能够修除啊出离心啊，如果是在修菩提心的话，那我们就祈祷。能够在这一座当中能够啊修出这个菩提心啊，这样子祈祷，这是这个第二啊。然后呢这是第二啊，还有一个这个祈祷完了以后呢啊，祈祷完了以后我们再继续观想啊，继续观想这个前面的上师释迦牟尼佛啊，就慢慢就这个花光啊，也就是说变成一团光啊，变成一团光啊，从边缘就是逐渐的变成光，那刚才就是一个佛呀，那现在就是变成一团光，光的圆圈啊，圆圈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圆圈啊，就是这样子叫做圆圈，光的明点也就是一团光，然后这个光呢啊，从我们的头顶啊，这个头发的发旋这个地方叫做翻斜，从这个翻斜进入啊，进入通过中脉就到这个心间啊，心间，然后就观想这个上师释迦牟尼佛的智慧跟我们的心啊变成一位一体啊，这样子当然我们的心呢，我前几天也讲过，不一定在心脏里面，也不一定在大脑里面，但是这个观想啊，观想的时候呢还是要观这样子观想，到了心间的时候呢，上师的这个智慧跟我们的心啊一为一体，这个话怎么理解呢啊，上师跟我们两个人啊，两个人的心怎么能够融为一体呢这个实际上是这样子，上师的这个智慧，什么叫做智慧呢？上师的智慧就是不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杂念啊，就是这个证悟空性的智慧，也就是
佛心，也就是如来藏啊，如来藏叫做这个上师的智慧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能够证悟如来藏的话，那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境界当中呢，所有的这个啊十方的这个佛菩萨的境界都是一致的，都是一位一体的，在如来藏的境界当中没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啊境界啊，都是融为一体，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证悟这个空性之前是没有办法做，没有办法做到啊，做不到的。但是这是一个观想而已，这样子观想啊，观想以后融入自己心里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心里啊就不去想任何事情啊，不要去追究过去的任何事情，也不要去迎接未来的这个任何这个事情，都不要去想，当下的所有的这些杂念呢也就这放下来啊，在一个非常平静的这个状态当中啊，就我们就会进入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当中，在这个状态当中啊停留啊十秒钟、二十秒钟、一分钟都可以的啊，都可以停留啊。那停留的时候有两种情况啊，有两种情况啊。什么情况呢？如果我们前面的这些外加心呢、内加心呢，已经修得非常好啊，已经修得非常好，然后上师瑜伽也修得很好，然后对上师的心性呢，各方面都这个条件都比较比较这个成熟的话，那在这个境界当中，有可能我们证悟了。有可能在这个当中当下就可以证悟啊，这个就像禅宗里面讲的顿悟一样啊，有可能在这个当中会证悟的啊。但是我们没有修加行，我们刚刚在修讲这个加行的开始的修法，在这个时候呢啊，有没有这个可能？这个时候几乎是没有这个可能啊。那我们进入一个很平静的状态，这个什么呢？这个叫做在佛经里面，这叫做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什么呢？所有的这些，就像我们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思维啊，还有这个烦恼啊，这些思维呢，就像这个海浪一样啊，海潮一样啊。然后这个阿赖耶识呢，就像这个海平面啊，海水一样的啊，这海浪海潮暂时融入到这个海水的时候呢，没有太多的这个波浪啊，就是比较平静的状态啊。但是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的意识啊，还不是智慧啊，更不是这个这个如来藏啊，这是意识，它就是暂时没有杂念，比较平静而已。所以很多的修行人呢，就这个经常修这个以后呢，逐渐就认为这个是他认为他自己这个证悟了，其实这个不是证悟啊，这就是一个暂时心平静下来啊。在这个当中啊，可以修禅定呢，这样子以后，如果这样子修一段时间呢，这个可以减轻很多这个生活上的压力啊，思想上的压力啊等等啊，是有帮助的。但是呢，我们不是为了这个修行啊，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修行，所以我们呢只能在这个当中停留啊，就几秒钟几分钟啊，然后就又开始啊，心里产生一种念头的时候呢，然后就不要再继续修了啊。啊，这个时候修什么呢？这个时候就开始修具体的这个修法啊，这是第二个这个步骤。那第三个步骤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第一个是发心啊，发菩提心，我现在啊开始真正的修心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就准备修心了啊，我要今天要修心啊，这样子发菩提心啊，我为了度一切众生，我一定要成佛啊，我为了成佛，我现在就开始啊实际行动，我就修心啊，这样子发菩提心，这是第三个步骤。那第四个步骤呢，要发誓啊，要发什么誓呢？啊，发誓，我就是比如说我准备打坐打两个小时的话，我自己给自己发誓，我一定在这个两个小时当中我坚持啊，坚持到底，我坚决不断啊，坚决这个在这个中间呢啊，我坚决啊不起来，我一定要修到这个两个小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小时过程当中，无论是发生了再怎么样啊，再大的这个事情也好，我一定要坚持啊，
坚持不断这样子这个发誓，这样子以后呢，总共就是有四个步骤了。那这每一个都要做好啊，这个每一个每次都要做好。啊，这一章是这个叫做潜心啊，我们的修心的这个潜心啊，这些全部做完了，这个每一次修法都要做，我们以后无论是修大圆满也都要这样子修的啊，修加心也要这样子修，那都要这样子修，这个是。所有修法都是一样的啊，这个请大家记住啊，这个修法是很重要的。这个大圆满的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普贤上是燕教的一个这个北王炉啊，这个里面就有这些修法了啊。那个大圆满前心普贤上是燕教，他这本书里面呢没有这些具体的修法啊，只是讲这个一些这个。啊，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些思维的方式啊，但是这些前后都没有讲，这个潜心北王录当中有啊，然后你们没有记的，没有记好，那就可以参考这本书，可以看这本书啊，阅读这本书，然后就是啊，具体的修心了。那具体的修心的时候呢，这个修心啊，什么叫做修心呢？修行就是一种啊。我们的这个心灵的训练的一种过程啊，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内心是没有接受过任何的这个训练啊，所以它就是这么这个脆弱啊，脆弱，这是原因是什么呢？它没有受过任何的这个训练，虽然是在学校里面呢，或者是这个生活当中啊，学了很多知识了啊，但是这些都是知识，这都不是心灵的训练啊。我们的心灵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所以呢，他面对任何一个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痛苦的时候呢，他总是那么这个脆弱。原因是什么？他没有接受过任何这个训练，这个原因啊。那现在呢，我们开始这个训练啊，这个人生是充满了这个危机的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危机，所以我们需要有危机的意识，需要有危机感啊。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危机呢？有生老病死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要经历多少个这个坎坷呀啊，这都是这个危机啊。那我们比如说普通的人啊，他没有这种危机感啊，所以他认为这个生活。是很这个幸福的啊，或者是认为如果我们自己啊努力的话，能够得到这个幸福啊，这样子以后呢，就没有这个危机感啊，没有危机感，然后突然就是遇到了这个生老病死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因为没有之前没有危机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面对这个生老病死啊，这个时候呢。面对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是非常糟糕的啊，很多人就走这个极端的路，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内心太这个啊脆弱，所以他没有办法承受啊，他承受不了很多这个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一些这个痛苦，所以很多人都选择极端的路啊。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呢？修心啊，实际上用我们这个用俗话讲的话，那这就是一种心灵的一种训练啊，训练啊，就是一种训练。那这种训练有怎么样去训练呢？有两种方法啊，一个是有思维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思维的啊，没有任何的思维，心平静下来，这样子训练，有两种训练方法啊，第一个是。这个有训练，那有这个思维的呢，基本上都是这个潜心，就像这个出离心呢，菩提心呢，这些修法呢，它是有这个思维的。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有思维啊。那这个思维，我们现在首先要思维什么呢？现在首先就是要思维人生难得啊，人生难得。那人生难得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分三个啊，这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首先我们去认知一下什么叫做这个下曼的这个人生啊，18个这个下曼人生，什么样子叫做下曼人生？先去
思考啊。这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不讲了，那这书里讲得很清楚，十八个这个侠蛮。然后第二个呢这个侠人先人第二个是先去人指这个侠蛮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每一个都去观察，我现在我这一生当中有没有这个具备这个侠蛮如果有诗歌这个圆满一个一个都这个具备了八仙下每一个都具备，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是要这个随喜，如果不没有这个没有有些还没有具备的话，那就是要这个想办法去具备这些这个侠蛮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侠蛮是这个是怎么难得这个非常难得的，这个怎么样难得呢？我们要去思维这个它有好几种方法，一个是从这个整个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数量看的话，这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人的人本身就是人这个整个生命当中很少然后呢在这个人就七十亿人口当中呢有学佛的那就是只有三四亿了，就已经很少很少了那这么三四亿个这个学佛的人当中多数都是这个求世间的法，虽然是心佛，但是呢不是修真正的解脱的法只是这个求健康求法财就是这样子的学佛那在这个当中真正的这个学佛的真正的这个修行的人呢就这个当中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少数从整个这个生命的从整个生命的这个这个总数然后呢生命的总数当然是不可思议，我们没有办法说有生命的总数有多少，但是呢人我们可以确定在这个当中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少的这个一部分然后这个当中呢我们刚刚讲的虽然是这个有信仰的和没有信仰的当然是有信仰的多，全世界六十亿人口的时候呢有四十多亿是有信仰的然后就剩下的就是没有信仰的但是呢这个信仰呢这个当中信佛的有多少，这很少了，只有原来就是只有八几年的时候呢统计就只有三个亿全球只有三个亿那现在就是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呢还是毕竟是少数的那这个当中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就更少了那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我比如说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一万个人要去找工作那这个工作名额呢只有十个人这样子的话这个多难这个是非常难的就是一样的，要招到要十万个人一起去找工作，这个名额只有十个名额，那这个要招到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同样的，我们这么多的这个生命这么多的众生当中人这么少数然后在这个当中又是学佛的人就这么少那这个这次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人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这个就数量的方面这样去思考然后他的从他的因因缘的角度讲，因缘是什么呢要得到一个人生的话，首先是要这个戒律比如说居士的话，那就要不就是居士五戒或者是两条戒四条戒，要受居士戒或者是这个八关斋戒也可以的如果根本没有戒，一条戒都没有受过的话，那就下一世是绝不可能得到这个人生除非是上一世再上一世守了这样子的戒这个功德呢生就连续，比如说人生就连续在人间连续可以投生的话，那就是有可能下一世也有可能因为前一世的这个福报有可能这个得到人生，否则就根本不可能的。第一个是要这个清净的戒律，第二个呢需要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要行善行善尽量的这个行善积德，第三个就是要这个回向要回向，这个回向的意思是说
在我还没有成佛之前，生生世世能够得到下曼的人生，然后在这个下曼人生啊，通过文思修行能够真我能够成佛，这样子圆我愿生生世世这样子啊，发愿这三个具备的话，才能够得到一个今天我们这样子的人生啊，否则的话是很难的。现在就是不懂的人就说啊，佛教里面说人生难得，人生不难得呀。现在我们人口这样子爆炸性的增长，怎么人口难人生难得呢？很多人有这样子的疑问，其实这个没有搞明白啊。这个就是这个第一个，我们在佛法里面讲的这个人生难得呢，它不是说所有的人生啊，它就是说下曼的人生，下曼人生是非常难得的，也不是说所有人生都很难得啊。相对来说，所有的人生也是难得的，但是我们讲的这个人生难得呢，非常难得、非常稀有的这个，这个人生就是下曼的人生，并不是说所有的人生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这个人啊，从所有人生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啊，也是这个相对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比地狱众生啊，比出生的众生还是很难得的啊，也不是很多，很少很少的。就像我们一个蚂蚁窝里面呢，也都这个蚂蚁的这个数量呢，也就超过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人的总数啊。就这样子，那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这个蚂蚁窝啊？所以我们都不考虑这些事情，就随便说佛教里面说这个人生难得啊，这个没有什么难得。但这些有些人都不懂，没有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这个人生啊是很难的、很难得的，尤其是这个下曼的人生很难得，这样子去思考啊，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呢，那我们这次得了一个这样子的人生，我们知道这个是很难得的，那应该去做什么呢？啊，那就是要珍惜啊，珍惜人生，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知道这一次的这个生，这一次的这个人生呢，就是堕世累劫当中啊，是一个这个来之不易的千载难逢的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啊，在这个时候该做的是什么，不该做的是什么啊？该做的呢，要听佛法啊，要去思考佛法的教义，然后呢去修心啊，然后修心，我们自己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然后再回来度化众生，利益众生，这个是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唯一的啊。唯一的这个意义啊，唯一的意义，也就是唯一的这个啊目标是这个。在除了这个以外呢，虽然是我们的价值观是各种各样的，尤其是这个21世纪价值观非常非常，价值观跟这个审美观非常混乱的一个这个时代啊，在这个时候呢，当然每个人的价值都有不同的这个价值观，但是呢，真正的这是什么呢啊，就是把肾提升自己的心灵啊，然后呢到了一定的提升到一定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然后回去再度化众生，帮助众生，这是唯一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命的意义啊。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更有意义的这个东西啊，所以这是那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修心，要抓紧时间修心啊！修心的目标是什么？修心的目标呢，就是要去啊度化众生啊。那修心要度化众生，为什么现在就不去度呢？啊，这跟我们比如说呀，体育运动员啊，他希望拿到世界冠军啊，那这样子的话，他是不是没有根本没有训练的时候去参加比赛，有可能吗？这个没有，不可能的啊。所以在这个之前，他最终的目的啊，虽然是这个参加比赛啊，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呢啊，他要去训练啊，训练他训练好了以后，才能够啊参加这个比赛，才有可能拿到冠军啊。那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如果想度众生的话，我们现在就没有什么能力了，那我们没有什么能力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啊就是脚踏实地啊，点点滴滴的去做，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内心也是可以训练的，训练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就那个时候就有力量了啊，这个时候去度化众生，这是
这是这个这是最这个有意义的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就拉纤啊，拉纤去这个利益众生啊，或者是去这个做义工当义工啊，宣学啊，宣器官啊等等的啊，这些都是帮助众生的，都是帮助众生，都是利益众生的。但是呢，这所有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太大的问题，这暂时只能解决一些暂时性的、临时性的问题。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啊，这个就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解决根本的问题的话，首先我们自己啊，这个证悟啊，然后呢，我们让更多的人也就这个证悟，证悟了以后呢，可以断除这个烦恼贪嗔痴的根源，贪嗔痴的根源断除了以后呢，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痛苦啊，都断除了，从根本上就解决问题了啊。我们不能认为啊，这个佛教就是不如实啊，出世啊，然后其他宗教是如实啊，也不是这样子。佛教是最如实的大乘佛教，但是呢，这个如实就是由于一个过程啊。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就像在这个体育运动员的啊，这个参加比赛和他的这个训练，这是有过程的啊，就一样的。就像现在目前呢，我们还没有资格去参加这个比赛啊，目前我们自己训练，训练锻炼好了以后呢，然后就可以去这个参加这个比赛啊，一样的道理。现在要这个修心，这是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唯一的啊意义啊，这个终极的这个目标也是这个啊，先修心啊，这是人生难得的这个啊修法，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生命无常啊，生命无常。我们分三个啊，第一个是这个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总有一天呢，每个人都会死的啊，这是第一个，这个所有人都懂的道理啊。第二个呢，死因不定，死因不定的意思就是说，在什么样的环境啊，什么时候啊死都说不清楚的啊，我们没有把握啊，这个什么时候死啊。在什么地方死啊？这个任何一个凡夫人啊都没有这个把握，随时都有可能的，这叫做死因无定啊。那如果死了啊，这个时候呢，真正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啊，我们就是刚刚讲的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人生很难得啊。那这是知道这个跟难得是没有用的啊。那难得的话，那我们要珍惜。这个你要珍惜啊，不珍惜的话，虽然知道这个是很难的，是没有用的啊。一样的道理，我们修这个无常的时候呢，也大家知道，人生是很无常的啊。但是啊，知道无常是没有用的。那这既然是无常的话，那这个无常没有到来之前，我们应该做什么啊？应该去做什么？这个很重要。死的时候最有用的是什么啊？这就这三个了啊，虽然是这个大圆满的前经啊，普贤上师言教里面讲了很多，但是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去思维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些思维啊，这整个的这个思维当中啊，没有任何一个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的啊，这都是去面对我们的这个人生啊，面对生命，面对生活啊。我们就进一步去了解，进一步去思考这个生活是什么样子，人生是什么样子啊。因为以前呢，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所有人全世界的人就是有一个共通的这个错误是什么呢？在我们的这个潜意识当中，大家都默认了啊，就是几个重要的这个观念啊，以这几个观念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生活呀，还有这些都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仅是这一世下一世啊，堕地狱啊，这些也是这个原因啊。那这些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常啊，常住不灭啊，这是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一直都认为这个。比如说我今天也存在啊，明天也是应该存在的啊，今年存在，明年也会存在的啊，我父母也是这样子，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我的财产也是这样啊，财产、婚姻等等啊，大家都
这个默认了，这就是一个长住不灭一样的东西。嗯，所以呢，就是因为有了这种观念以后呢，没有这个啊危机感、危机意识、危机感都被这个覆盖了。嗯，这样子以后呢，突然间啊，这个危机是一定会这个发生的。突然间发生啊，突然间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大家啊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人生难得也好啊，死亡无常也好，都是人生的真理。嗯，这都是人生的真理。这个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子啊，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要这个如实或者是这个如理如法的去面对啊，面对我们不能把这个生活太理想化啊，不能这个人生太理想化，它本身是什么样子就这样子去看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把所有东西都是理想化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这个它的不好的一面啊看不到了以后的最后的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的准备，在没有任何准备下遇到这些问题，大家都是很痛苦的，没有办法解决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去修这个无常啊。那无常第一个是所有众生啊都会死的，这个时候大家已经可以肯定了，我们可以这么思维啊，我们再过100年以前啊，也就是说1911年的时候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当时的人啊，就是很这个了不起的啊，这个宗教方面的也好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也好，这些所有的人呢，那今天我们看起来这些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成功的人呢，已经是挂在墙上了啊。那其他的人呢，都根本就不知道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啊。如果你们家里有家谱的话，那可能是看得到这些祖宗的名字。如果这个家谱也就已经被毁了没有的话，那祖宗是什么，我们都根本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啊。100年以前的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再往后啊，再往前啊，100年那也是这样子。今天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人啊，大家都觉得很成功的、很了不起的啊，名气很大的这些啊，明星也好、名人也好、什么也好，再过100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就也少数的人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就有可能挂在墙上了啊。那绝大多数的人呢？啊，就根本就是啊，连名字都这个没人知道啊，就是没，生命就是这样子啊，生命就是这样子啊，这叫做这个无常啊。然后呢，外在的啊，比如说宇宙啊，然后就是银河系、太阳系，最后我们的地球，这一切都是总有一天呢，像地球爆炸一样，都是变化无常的啊。这个叫做七世界和有情世界。佛教里面，然后很多这个，比如说佛教历史上啊，其他宗教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啊，虽然是在当时啊是很了不起的，利益了很多众生，但是呢，这一样的不存在了。今天啊，然后时间方面的这个过去的这些统治者啊，各种各样的国王，非常有实力、非常有名气的啊，非常这个就影响了这个很多人的这些非常了不起的人呢。当时大家都觉得很了不起、很羡慕的，但是呢，今天啊，这些人也都不存在了。那所以这个所有都是这个无常的啊，就是这样子。这个观察外面的、里面的，然后就个别、具体的啊，去各方面就全方位的去思维啊，最后要落实到什么呢？结论是什么呢？结论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呢，是非常的这个脆弱的啊。就说没就可以没有了啊，这个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啊，我今年也不会死，明年也不会死啊，不能这样子认为，这个还是要有个准备才好啊。我们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很啊无常，没有意义，很悲观，这是没有用的啊，这没有用的。那知道了这个无常以后呢，还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要怎么样去做啊。光是这个悲观是没有用的，要积极啊，光是消极是没有用的啊。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无常了，那就是很悲观了啊，悲观厌世，很消极了，觉得大家都什么都没有意思
啊，这样子没有用，那这样子没有用，那就是还要一个积极，还要需要一个，那既然这些都没有这个意义了，都是无常的，那有没有一个可以更好的东西追求呢？有，还有一个，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自身的生命的这个生机提升啊，这才有意义。为什么呢？这我的生命呢，永远都是属于我们的，死了以后也就是属于我们的啊。那这样，我如果生命，我的生命能够升级的话，那我死了以后呢，这个级别也就已经啊升啊已经升级了。所以就是到时候呢，我就可以有些东西我可以带走了啊。那我们自己的生命心灵没有这个升级啊，身外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房子、车子等等，所有的升级了啊。就像我们的电脑一样，就是几个月就升级别这样子，这没有用了，这再升级也是没有用，最后的时候呢，就带不走的。那我们的生命心灵啊，可以升级的，可以提升的。如果这个真的能够提升的话，那就是永远就是跟我们在一起。他升了级别以后呢，这不需要留在这个地球上，自己可以带走的啊，这叫做自我升级。啊，自我升级，我们就是要学自我提升啊，自我提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是很被动的，希望就其他人来升级，就是就做更大的这个官呐 啊，做这个就这些方面啊是没有用的，这些都是这个短暂的，都是靠不住的，所以还是要有啊。要有追求。这个很多人呢，以前大家都不了解这个佛教，很多人觉得这个佛教很悲观呢，佛教很这个消极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认为啊，实际上根本不是啊，是佛教的这个人生观是非常这个乐观的。为什么呢？比如说一个人到了七十八十岁的时候啊，七十八十岁的时候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再成功也好啊，再成功也好，在这个时候呢，对这个人来说已经是非常绝望的时候了啊。为什么呢？他有这么多的这个财产啊，但是呢他自己没有办法享受了啊，然后呢他所有的这些东西呢不愿意留，也得要留在这里啊，然后就是要走了，自己一分钱带不走，然后呢再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因为生命就快要整个生命都要结束了，从此以后我什么都没有了，回归这个大自然。那这样子以后呢，没有任何的希望，这不就非常的悲观吗？不就非常的这个绝望啊？那如果有下一生，这样子有下一世啊，我们的生命也就可以这个升级的话，那这是到了七十八十岁的时候，还是有新的希望，还是有新的追求啊。有新的追求，这是非常乐观的啊，这是非常积极的啊。这个时候呢，虽然是这一生当中的一切都过去了，成功也好，失败也好，过去了，但是呢，我还有机会啊，我还有机会，我还有可以去追求这个更好的东西啊。当然，这个更好的东西就是啊，解脱啊。所以，这个先是这个无常，然后呢，那这样子一切都是无常的话，我们应该去追求什么呢？啊？要去追求解脱啊！死的时候最有用的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佛法。为什么是佛法呢？佛法是这个提升自己的心灵啊。死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亲戚朋友啊，他们不会跟我们走啊。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财产也不会跟我们走，连自己的身体也不会走的啊。从我们的身体当中啊，立即就产生了一种另外一个很这个透明的这个身体，这个叫做佛教里面呢，这个叫做衣身啊，衣就是牲口衣的衣身。这个衣身呢，暂时在这个中阴身当中徘徊啊，然后呢，到了这个期限的时候呢，它在。就连接到下一个这个生命，所以它是在中间的一个这个中间阶段的一个这个载体啊。所以就是上一世的这个有些人就是比如说有枪伤啊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原因啊死掉的这些人呢，下一世这个能够记这个回忆这个前世，那他们的这身上呢有这个伤疤，有这个疤啊，这个全世界非常非常多了。那这种生命的奇迹啊，谁能够接受呢？
除了佛教以外呢，这个世界上科学知学任何一个学说都没有办法解释了。但是这是一个先，这是一个事实啊，不解释不行的，这个要解释，这是一个事实。嗯，不能说这个两个字啊，迷信两个字来解决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这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这样子，他身上有这样子的胎记啊，这不是普通的胎记啊。然后呢，他为什么不但是有这个胎记，他为什么记得上一世啊？然后到档案馆去这个调查的时候呢，的确上一世这个人死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啊，有墙啊墙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受了这个伤以后呢，就是死掉。这都一切都是这个很真实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这个身体是前世跟后世两个中间连在一起的，要不然的话啊，前世死了啊，就放在棺材里面了，那就后世呢，就可能是很远的地方投生了。那这个两个身体之间呢，有什么关系可以前一世的这个伤疤呀，潜于到这个后一世的这个身体上呢？啊，这唯一的就佛教才能够解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第二个能解释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叫做这个啊，这个叫中阴身。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都带不走了啊，就只能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心灵这个时候有提升的话，这个才是最有用的，对我们最有帮助的，其他都是没有用的。所以那我们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知道了今天该做的是什么啊，这个人生这么难得啊，这么难得，如果啊，这个我们得到一个这么难得的人生，但是这一辈子都是吃喝玩乐这四个字，又这样子浪费掉的话，这是非常可惜的啊，这是一个。然后呢，我们虽然得到了这样子的这个人生，但是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啊，有可能消失。那这个时候呢，啊，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最有用的是什么呢？对我们自己最有用的是什么？没有用的是什么啊？这个要分清楚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了啊。这叫做人生难得和这个死亡无常，这个反复的去思考啊，思考这个非常重要。有些人说啊，就修了这个法，但是呢，就五分钟就修完了，然后就不知道要去思考什么啊，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比如说人生难得啊当中呢，就这个是这个。八个现象啊，十个圆满，每一个都要去这个思考。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不生地狱啊，这是其中一个啊，因为我们这次没有投身到这个地狱当中啊。如果我们这一次投身到地狱的话，那就是根本就没有啊，这个根本就没有这个学佛的这个机会，没有修行的机会。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从四个方面去思维，一个。地狱的这个环境啊，第二个呢就是地狱众生的身体啊，第三个就是地狱众生的寿命啊，第四个就是地狱众生接受的这个痛苦啊，从四个方面去思考。思考了以后呢，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啊，如果我这一次就再多在地狱的话，因为他们的环境是这样，寿命是这样，痛苦者身体这样，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啊修心啊，根本就没有办法修心，所以我这次没有堕地狱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呢、啊。为什么呢？地狱当中这么多的众生啊，我这一次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福报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啊，就是要这样子去思考，每一个都要这样子思考。思考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呢。我们呢就思考多了以后呢，内心就很这个很累啊，不想思考，不想思考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呢不要勉强，这个时候停下来，我们刚刚讲的心里什么也不想啊，就安静，就安住在这个平静的这个状态当中啊，听一下啊，可以休息一下啊，然后呢又开始冒出一个念头的时候呢，不要就冒出这些没有用的这些。念头，然后呢又去思考这个啊，人生难得啊，人首先是这个瞎忙啊，去是什么叫做瞎忙啊，然后呢怎么样难得啊，然后第三个就得了以后呢怎么样才是有意义啊，怎么样才是人生的意义，这些反复的去思维啊，
为什么思维呢？我们已经很清楚，已经很清楚我今天没有堕地狱啊，这个为什么要去思考呢？这个难道还要去确认吗？不是这样子，当然知道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思考不修，也知道我今天不是地狱的众生。但是我们就思考思维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懂得这个不懂得这个珍惜不懂得珍惜以前我们就没有觉得这个不堕地狱是一个不是很没有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知道我们没有堕地狱，但是呢没有不知道这个不是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这个事情那现在思考的原因呢，让我们这个更深的去了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样子我们知道这个人生来之不易的话，然后我们就懂得这个珍惜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懂得珍惜生命的话，那我们一定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意义了如果不懂得这个珍惜自己的生命，那我们离开的时候呢，一定是非常的这个失败非常的失败的。所以成功和这个失败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要看什么是成功，真正的成功什么是真正的这个失败，是到了生命的尽头的时候才知道那个时候才知道什么样的人生是成功的什么样的人生是失败的这个时候才有资格总结一下这个人生的这个整个这个旅途这样子这是这个思维要反复的思维，然后就修这个无常就这样子。今天我们这个无常呢无常跟这两个就讲到这里，然后我就念一下这个传承有了传承以后呢，大家可以就从现在就开始，从明天就可以开始这个实际行动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然后修了这个人生难得和这个死亡无常这两个的结果是什么呢？所以他们两个的共通的结果是什么呢？修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可以断出对现实的这个贪欲心，对现实的贪欲心。怎么样断出对现实的贪欲心呢？我们知道人生很难得，然后又知道这个很容易这个失去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他的这个他这个人生呢不能就以这个吃喝玩乐这样子去浪费，应该去做一个有用的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时候会知道，这时候呢我们不会对这个现实的一些东西不会很贪然后就会从此以后呢就会去追求一些更高的这个发这样子。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这个好好的修今天我念的这个传承是这个智悲广尊者金梅林拔他写的这个修法，也就是这个大圆满的前心普贤上师言教，是根据这个修法，然后呢就这个扩大了一些这个内容就是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君梅林巴这个写的一个非常齐全的一个这个修法的传承然后我们得到这个传承还有得到观定的时候呢，这每一个都要做记录的这个很重要，要做记录得了什么传承得了什么这个观定得了什么样的这个修法，这都要做记录。这个做记录有三种这个作用第一是什么呢？第一个，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就得了这个传承的话，那以后就知道我有这个传承了，然后我就可以自己修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这个有了这个传承在适当的情况下，如果其他的条件都具备的话，我也可以，如果就师兄其他人没有这个传承的，也给一些这个传承这样子也可以的，当然修行很好才可以的这是第二第三呢，这个笔记这个笔记是这个自己死的时候呢跟尸体一起这个焚烧，这样子以后呢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在一生当中的这个所有听法的这个记录这个记录跟尸体一起这个焚烧的话，在这一世当中呢绝不会堕这个恶趣的
啊，不会多恶趣的，有这样子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这个一般我们这个听观音呢都是有记录，所有都会记录啊。那你们也以后要养成这样子的习惯，这个很重要的啊。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Sonum de yi tanja zubba ni dung ni ni pi zhan ni pan shi Jirga na ji wa lung zhapa Chibin zho li zho wa zho wa shu Om ahum ban zirangar pamasada hum Om ahum ban zirangar pamasada Om Aum Bandrungur Bama Sa